哥，这是你要的蛋糕，拿好。小姑娘，你好，请问这种最小的蛋糕要多少钱啊？奶奶，这种最小的蛋糕要20块。啊，都是这个价钱吗？有没有便宜一点的？这，奶奶没有的，我们这最低的就是20块一个。哎，好吧。小五，你对奶奶说这些只要10块钱，另外的10块我来补给你。奶奶等一下，你买这个吧，这个今天打折，只要10块。不用了，我就只有5块钱。5块呀、啊、哎呀，您看我这记性，5块的也有，您拿这个吧，这个也在打折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小姑娘。小五，我今天出来的着急，身上就只有刚才的10块钱，没有多余的钱补给你了。三哥，不要担心，剩下的钱我来出。奶奶，真的没骗您，就是5块。等一下，小五，你怎么卖的东西？老板不是，这。不用解释了。叔叔，不要怪小五，是我。不要再说了。奶奶，这个营业员是新来的，他记错价了。这个蛋糕其实是5块钱2盒，我这就拿给您。谢谢，谢谢你了。